啊，多就是你，伊即家只有迄个漂流木撞击。哦，撞击变成胡子啊。啊，胡子你剃掉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。啊，所以讲，你用这个刺手啊，胡子本来是要磕。科动物嘛，动物有那个。你无想讲，你只怕改切晒熊，熊哎，这样是变成熊哎，太晒哎啊，印度起来，胡子也不错啊，啊搭配一个帽子啊，而且像那狗物铜像哦，我安尼简单大概切掉，哎，大概一个表达的晒。你迄阵啊切的时候，你应该型你嘛无捡足济，就是咱你照这个型安尼，甲这只下掉，啊，搁这边下掉安尼，啊，就捡，就这个就开始加修饰安尼。就这一个笑话的，这里有一个铁三角。哦，铁三角就是它会三叉嘛，三 T V 啊，啊两边比起来两个角，铁三角，啊铁三角，哎一根。根呐，啊，啊，锯掉吼，啊，重点在这边，哎，啊，慢慢啊，想多想这个要定型啊，啊，定型，因为眼神嘛，留着像咸蛋超人，哦，咸蛋超人眼睛很大，哦，已经透露一下，啊，看起来真恐怖。拄好你讲阿克安尼咪安尼，哎，看起来另外就祥和，另外安尼咧笑眯眯安尼。啊，又两种直眼视众生，哦，慈悲的眼神啊，去看这个众生啊，啊，让他眼神啊，哎，像菩萨的眼神啊，眯眯眯眯慈悲的眼，由上看下来，啊，这磕起来鼻子很烫，表现不够，要再磕一次延伸，再往后延伸，再个感，第三个感，特别个感觉。啊，鼻子现在还不是很不尽理想，哦，也差强人意。如果没坏，他那块牙特别的可爱了，哎呀，又很慈祥的有外，那是纯正物件，做这感觉，没有，我感觉你安尼听起来足自然的啊，而且咱呢，安尼就有足有手感的，看起来就单个人就祥和的。就无简单嘞，你爱，那个都是要慢工出细活。对啊。哎呀，跟我一起摄影的，对。好。所以角度拢爱达到啊抓出来。叫牙齿这小子要安稳，二是爱弯，所以盖住弯的。我今天这做牙就大概，只是讲只做落来，还要再去加强弯下去。弯下去，要不要做啊？你个要不什么？要长菌哦，木材你没有拿，然后你爱敢爱敢挑掉，哎，长菌，你来给你再试。有胖没？不过胖，不过健康。你不是很懂。
因为这老茶伊的迄香气都蒸，较甜，吓一寡蒸发掉啊。我是还好，对，嗯，这个成，哦，嗯，是结合一些自然造型的福袋哦。